郑秀文一连13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利曼开锣，下午3:00，郑秀文和工作人员现身红馆场外进行拜神仪式。由于宗教关系，郑秀文就未有参与上香的仪式了，在旁边祈祷接近2分钟。另外，郑秀文亦都有同工作人员互相打气和合照。当工作人员递烧猪给他的时候，郑秀文就终于除低口罩品尝。